我的名字叫郑伟，英文名字 Vivian。你觉得哪一个方式称呼我方便都可以，可以叫我 Vivian， 也可以叫我郑伟。那今天没想到是在主席台上这么大一个场子，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所学。我从事这个保险这个行业大概有十几年了，有很多就是在工作当中有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让我觉得确实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健康保险，不管是我们退休之前还是退休之后 ，especially 特别是如果有生病的状态下，我曾经以前是有在就是听到有人说为了这个工作，不 ，sorry， 为了这个保险我一定得工作。那这个如果你一旦生病了，可能工作不是在等你身体能够承受的，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相关的资讯，希望我的所学能够让大家受惠，谢谢。下一页请。Next。如果您是在65岁之前呢，就是当然您是有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有公司的保险可以 cover。那如果一旦生病了，我的身体需要去像刚才各位专家医生有介绍的，就是有需要做化疗做手术，这个时候我不能工作了，那我怎么办？那什么东西可以 cover 我？我也不在公司，不再能够在公司里工作了。那我们可以就是一般公司通常好的 benefit 它能 cover 1到5年。OK， after that，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 COBRA。COBRA 它分两个 label。OK， 下边也我们也会来讲这个。OK， 这两个选择就是如果不在工作的一个就是 COBRA 和加州健保，也叫 California。COBRA 呢，我们刚才有在讲，就是它这个怎么去符合这个资格？我即便是不在这儿工作，我还是能够得到这个 benefit， 或者是我还在这工作，但是我的时间必须要减少，我没有办法负荷一个周40个小时的工作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也能够符合 COBRA 的资格。OK， 那我们当有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去申请。OK， 那可以到公司的 HR 去跟他们就是做出这方面的就是提交这方面的证明，得到这方面的支持。OK， 那 COBRA 它分为两个 label， 一个呢是 federal label， 一个呢是加州我们自己加州这个 label， 我们加州的 COBRA 还有是 federal， 总共时长是36个月，可以支持你的医疗健康保险。OK， 如果你 federal 没有申请到36个月，那加州的 COBRA 它可以 kick in 另外18个月。federal 这个 label 的 COBRA 通常就是18个月。OK， 那如果它能批准36个月，当然更好。如果没有，那就加州的 COBRA。所以 total COBRA 一计，它就是36个月，基本上能够给我们，你不用担心说我因为生病我这个保险的问题怎么办。这是是 COBRA 的一个例子。我刚才有这个是不是这个 slides 太颜色太清看不太清，是不是还可以是吧？ OK， 没关系，那有问题我们可以在下边再一起讨论都可以。那这个关于 COBRA 这一部分呢，还有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就是说因为我有客人他们在就是还没有到65岁退休的年龄，但是想退休，那是 COBRA 更好呢，还是加州健保更好呢？那我们以前我对 COBRA 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客人他们告诉我说，他这个 COBRA 大概要每个月 cost 多少钱，确实是要比加州健保会贵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生病了不再工作了，那你这部分收入就减少了。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用加州健保呢，那它就有加州健保的就是我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补助。下一页谢谢。 next。 加州健保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是由就是政府来牵头来做的这么一个保险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大家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去通过这个平台去买自己的健康保险。在我们Bay Area 这边包括蓝十字、蓝盾、Health Net， 还有Anthem、Kaiser，
都在这个平台上你能买得到。那我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平台去买我们的健康保险，而不是直接去到某个公司去买这个健康保险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一旦有一个加州健保的，就是 Cover California 这样的一个账户之后，你可以根据你的收入，根据你的所住的家庭的住址，然后呢，你可以有个选择，我这个我在这附近有哪些医疗资源可以提供给我 ，OK？ 然后呢，我根据我现在，根据目前的这个收入，那政府、联邦政府和这个加州政府给我多少补助，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价钱拿到什么样的就是医疗计划？那在加州健保，它基本上把这个医疗健保它分成四大，红计划、银计划、金计划和白金计划这四大。那你是不是一定要选择 certain 的？就是要看我们的收入，就比如说像银计划，银计划里面它根据你的收入，它又分成73、87和94这三大。那它，我有些客人他说，哦，你让我买那个94的，你让我买那个87的，我说对不起，真的不是说我不想 serve 你，不想给你提供这个计划，而是这全部是加州政府呢根据我们的收入来给的这些，就是你符合哪个资格。你符合了这个资格，比如说你符合94这一趟计划的资格，你可以申请94。但是你说我放弃，我不要那个94，那我想要那个70，或者我想要60，那也可以。那只要您自己选择，它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根据您的收入可以，就是目前可能是最经济实惠的计划，就是你想要哪一档，在交钱的话都能够，您都可以得到这个所有的资讯和选择。您需要更多这方面的服务，我们也提供。的咨询，就像您要早退休，不想到65岁之前就退休，不用说我一定要辛苦工作，到65岁了，我能换成 Medicare 的时候，我才去换成 Medicare， 我才能够保证我一直都有我的健康保险，不是这样子的。OK， 我想各位专家刚才分享了，我也想，我就是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心得。我觉得人的心情很重要。说如果一个好的心情，工作于对你来说太累了。觉得已经让自己的身体没办法负荷了，你不需要一定说我一定要去工作来得到我这份健康保险 ，OK？ 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得到您可以得到的、应该得到的 coverage。我们也都是纳税人，这是我们联邦和就是加州政府给我们这个福利 ，OK？ 那我们可以通过得到这个医疗保险，让自己的生活，去就是说能够 relax 一下，让自己的身体会得到休息，让自己心情好就不容易生病。是吧 ？OK， 那我这是我刚才分享的加州健保这一块。那这前面呢这一部分都是讲的是我们65岁之前，如果您需要保险，有哪些 resource 和哪些就是资源您可以得到。另外呢，请下一页，65岁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想我看在座应该是有达到65岁的这个，还有大部分的人。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个65岁的退休年龄，那我们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基本的知识，虽然说还没有特别相关。OK， 我们65岁之后，也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工作纳税40个点，一年你最多能赚4个点。OK， 你赚100万你也是拿4个点，你赚10000块钱，今年你也是得到4个点，你有40个点，也就是说你要工作10年。才能得最少是10年，你才能得到这个40个点。我们在得到40个点之后呢，65岁的时候我们退休，可以有 Medicare 的联邦的这个医疗资源的，就是我们计划能够 cover 我们。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有40个点之后呢，它有就是计划 A plan， 我们叫 Plan A， 我们 Plan B， 这些 Plan A 呢是免费的，如果你有40个点 ，Plan B 呢？不是免费的，现在它这个费用呢，每个月是根据这个 inflation 也有在涨的。那现在的费用基本上是170块，那是怎么4.8一个月今年 ？OK，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费用，它有的时候会因为是联邦来定的这个价钱，所以不是我们能做的到底是多少钱，但是只要你有40个点，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如果您没有40个点，想要申请。A 和 B 每个计划大概都是500块钱，现在 A 您
来算一下您应该支付多少钱这个币。那 A 的计划呢，它主要是负责我们说 hospital 就是住院呐、还有一些在医院里需要进行在住的医院里进行的这些你手术期间住院，这都是 Plan A 来 cover 的。那 Plan A cover 这部分呢，它 cover 我们从第一天到第六十天，你只要付个 copay， 现在是1600多块，1648，应该之前是这个数字。来，您只要付我这个 copay， 我这个六十天住院就是不用再花其他钱了。但是从六十天到九十天，现在每一天的住院费是408 currently， OK， 是现在这个。那过几年是不是又会增长？那是这个阿库这个前几年也是一样，就不是这个数字。从九十天到150天，每天的住院费是816 ，OK。那150天以后，那就是 belong to volunteer， 或者是您有长期护理的保险，您可以有长期护理的保险 kick in， even early as 30 days， 30天的时候它就可以 kick in， 60天的时候也可以，最长也大概是90天。但如果你没有，那这个就是 totally on your own， 过了150天之后，住院费用是要由我们自己来负担的 ，OK。这是关于 Plan A。Plan B 呢是 medical， 就是我们去 doctor visit， 就是去看医生这部分的费用。那化验啊什么都是 Plan B 来 cover， 我们付个就是月费，然后由 Plan B 来 cover 我们80%。OK， 那65岁之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A 和 B 呢，它就属于 original medical， 它无论是怎样，它只 cover 我们最多80%，另外20%还是要我们自己。那另外那个20%呢，我们就会通过supplemental， 或者是你可以走 advantage 这一条路来完成，就是说我把那20%也 cover。现在我们年纪大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哦，我没有那个20%的 coverage， 有的时候钱我退休钱不够了，一旦生病要花的钱真是花钱很多，毕竟是。我就自己还要负担这个20嘛，所以如果一旦你是就是有了 A 和 B 之后，我们都是 highly recommend 你要有这个 supplement 或者 advantage。更多的资讯你也可以就是我们下边你做案例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大家拿到一些你想要的答案。另外就是呢，今年开始我们的 Plan D 就是我们的药这部分，因为生病之后有很多药物的 treatment 嘛，药物的treatment这块，政府现在先颁布了一个法令，它是讲的是我们 certain 的药物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比如说我这个这一年的药费或者这个月的药费，在不同种类的药费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额，这样减掉我们大部分就是弃婴的这个负担，要不然的话我这个药费很高我又不能负担，而且还有一些 program 可以跟英文跟药厂去negotiate，你应该就是花多少钱对你常吃的药 ，OK， 对，下一页，其实我基本上包括了那个 Part D 这部分，这个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从25年开始这个 Part D 就会有改变 ，OK， 那我差不多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些，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您提问。